集结闺蜜力量，释放美丽新主张。8月3日刚完成人生大事的唐艺昕，婚后首次亮相参加某运动品牌在上海举办的活动。活动上，主办方不仅官宣了唐艺昕为品牌形象代言人，还上演了一场青春洋溢的女子训练运动潮趴。这场以即刻开练为主题的女子训练活动，旨在号召广大女性运动爱好者在炎炎夏日也能与闺蜜集结开练，展现年轻女性的健康美与个性态度。就让我们快快跟随艺昕的脚步，一起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吧。就好像咱们今天是来了很多都是热爱运动的女性朋友们，大家聚在一块儿，就好像一个聚会一样。那我一直觉得其实运动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孤单的过程，它也可以是一个就好像我们女孩子喝下午茶一样，只不过把下午茶的方式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方式，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和闺蜜可以和闺蜜们一块儿，然后一块儿变得更美更健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把这种乐观积极向上的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传递给更多的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当晚，唐艺昕身穿一件粉色系运动内衣，搭配黑色紧身裤，一双大长腿和小蛮腰让人羡慕不已。到底有什么诀窍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诀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还是真的只能是踏踏实实的运动、运动再运动。尤其是喜欢爱吃的朋友们，就更得加倍的运动了。但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懒惰，然后阻碍了我们对于追求健康的一个动力吧。管住嘴，迈开腿，你就可以拥有女神一般的身材。当然，女神之所以为女神，还是靠作品说话。接下来，唐艺昕的电影就要开始宣传了，期待哦。接下来，我会在几个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做一些选择。所以可能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会有一些电影的宣传的活动。坐等上海站路演，上海报道。Yeah.